前门步行街，沿进长城一日游。不要相信街头巷发的小广告，只会骂客。老客人员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请您选择北京市旅游委推荐的北京旅游集散中心一日游。 老客人员，以免上当受骗。找了一圈了，我们下来了。我们就是。好，来，你看看，坐好了，坐好，吃什么去啊？醒着了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于师傅。有，有，还有人啊。 40，30，20。你别别说了，绕圈儿。没有，没有，跟他说。坐一圈呢。没有圈儿。我们所看到的是严格的按照历史照片和文字记载，依照原样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。复建后的五牌楼依然保持了五间六柱五楼式的牌楼风格，屋面形式为五殿顶。 琉璃瓦屋顶，从上往下看，牌楼采用了顺子金线、大点心的手法进行彩绘，在牌楼的正中书写着“正阳桥”三个金色的大字，这与历史记载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现在呢所乘坐的是被老百姓俗称为 “Dangdang Trolley” 的前门有轨电车。1914年，北京城开始筹建有轨电车。 1924年的12月17日开通运行，随后有轨电车迅速发展起来，成为了当时老北京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我跟你前面说了，听见你要赶人，你是你要赶人多的时候，你还得问谁听得见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太空了，到呢？穿不下，英格兰是这一节。 英格兰后面那条，你师傅英格兰啊？师傅，英国历史？不懂。英国历史不懂。前门中国梦啊，你我中国梦啊。你当不了总统，但是你当总统还是有希望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那里边当总统，当总管吧。